这是一个颈椎病，你71岁，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颈椎的影像学检查，然后说这里什么椎间盘突出了，便啊，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是一说，对不对？你没一方面没有看到片子，另外一方面也没有看到这个病情的外在表现，以及医生的检查的结果、手法检查的结果，对不对？影像学检查是确实是一个方面，但是这个呢，给我的印象也就是中等程度的。你说一定有什么问题吧？特定什么问题吧？不知道，病人到底目前什么状态？不知道。那么家属说是明天可能再要看医生，那就是说做手术了，对吧？不做手术嘛，医生肯定说要做手术，然后不做手术，你不愿意做手术嘛，就下面就没什么说话的了，对不对？就无法再说下去了，对不对？那我说你这个东西，开这份报告之前，你肯定不可能，你直接上放射科去拍这个片子的，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这个开这份报告，开这个 CT 检查之前也要看门诊病历本呢，医生做过什么检查，手法检查，那里也拉了，对不对？就像这个。这个这两天还有其他一个病人也是说颈椎病的事情，这个就是他传过来的，就是这个病人传过来的。你看，你有这个东西没有？查体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到吧，查体啊，查体就是手法检查以及医生的客观的检查。而不是听你说什么就说，就像那个审讯犯人一样，你说什么东西可以听听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要证据。证据分两方面啊，仪器检查以及手法检查，更主要的我认为是手法检查，对不对？你手法检查可以反映很多问题啊，就是诸如此类这些东西。无下肢棉花杆、颈部研磨试验阴性、臂丛牵拉。试验阴性，霍夫曼症阴性，四肢肌张力正常，无异味，无异常气味，对不对？就是说身体没有发出某种异味上，就是右肘部、局部，对啊，这些都是最主要的，我觉得非常好啊。不要说这个东西，这个你可以说它里面有些东西没写全，但是我们要整体的看。就是绝大多数发过来的病例资料里面都没有这些东西啊，这样的医生啊，我觉得应该评劳动模范了，并不是说汗流浃背的人评劳动模范，对，汗流浃背有什么价值，对不对？在你的评判对手无法评判你的情况下，你自觉的做到位，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对得起上帝，对得起自己的职业道德，对得起服务对象，对得起客观规律，对得起。天理，而别人对你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坚持对得起天理，这个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对不对？这样的人就应该评劳动模范。你看，包括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呀。无上肢反射疼，无上肢麻木肩部疼痛不是。对不对？这种东西你看寥寥数语，大概100个字不到，但是99%的病历本发过来的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难能可贵啊，真的是难能可贵啊。所以，你这个医生，就是这份 CT 报告开这个检查的时候，医生做了类似的。检查以及描述吧，没有，他说没有，肯定没有，不是说病历资料没有，或者是没传过来，或者怎么样，就是没有，所以没传过来，不是说没有想到传过来，对不对？那我说你要么第二天再看吧，我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光凭这个东西就说要开刀，对不对？好了，第二天，这个是几号啊？9月14号，对不对？今天是几号？我现在是几号？9月21号，对不对？
这个是9月20号，对，就是昨天的，对，昨天去看病，是不是9月20号？啊，开了这些药，你开药我也没法说什么，对不对？这点药居然要这点中药要居然要594、96、600块钱，我觉得简直是没话说了，等于是这多少钱？还有这个，刚才说的钱没有包括这些西药，哎，然后说什么呢？就说医生要开刀啊，对，已经发通知了，对呀，对不对？9月20号，对不对？住院证已经开出来了啊，自行住院，9月20号，颈椎病要开刀了，对不对？开玩笑，对是。那我说这个昨就是9月20号的，9月20号你医生说开住院证那次的门诊，那写了什么东西吗？也好啊，写，他说没有，就没有写，不是说没有，就是没有写，明确告诉我没有写啊。那就是凭这点东西就开刀了，啊？这是什么世道啊？凭这些东西就开刀了，真是！反正我说我反对，啊，你反正我说凭这些东西不能决定是不是开刀，好吧？好，这个我说你要么还有这个拍个小视频看看病人动作怎么样。他不是，哦，对了，他是说我想起来，他是说，他跟我讲除了这个东西，那么我说你并没有病历本，问问病人情况怎么样，为什么要去看病呢？对不对？他说疼，然后他说两个手举不起来，那我说疼痛啊，你注意啊，他没有说疼痛，我说我问疼痛啊，他就说疼痛，而且四肢疼痛。这个不一样的，我问疼痛与你主动说疼痛是不一样的。像这种颈椎病是由于引起肢体或者感觉上的某种问题，主要表现为你其他有其他表现，但是肯定是有疼痛，否则的话谈什么颈椎病？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说疼痛啊，我问了疼痛，他才说疼痛，而且说他说四肢疼痛。你说颈椎病四肢疼痛，不至于吧？对不对？所以我说还有其他吗？没有了，就是两个手举不起来，而且是两个手举不起来。那颈椎病有可能是单侧手运动啊，或者感觉障碍，或者是肩的，反正是单侧的。那双侧，听上去总是不对位，对不对？而且他说是四肢疼痛，那我听上去总不感觉。而且他医生没有做手法检查，因为他连病历本都没有。不是病历本没有提供，而是病历本确实没有，你让他怎么提供啊？没有写任何东西。你现在医生看病已经是可以无法无天的，不写什么东西了啊？哎，那他后来发了一个小视频，好，我们这个视频就结束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刚才那个，就是那个视频，我们再说一下。啊，这就是小视频，我们按一下，让他走一下。啊，这个老太，对不对？71岁。好，没有了。这个呢叫做线框模式，就是他是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呢我经过图像处理，啊，用这个视频软件图像处理，就变成了线条。你看，基本上只保留了线条，色彩没有了，一些细节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呢，由于它是侧光，侧光呢本身就是增加了人的面部细节，所以我没办法到最后他脸转过来呢，就我只能把脸用马赛克用遮罩遮一下，对不对？遮了也不是太好，但是基本上呢也能保护个人的，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啊。71岁老太，你看她是走过来，你看这个就是基本上脸部的细节没有了，就是剩下脸部的轮廓了，这叫线框模式。你看他走路的样子，是像四肢疼痛的吗？如果有四肢疼痛，这种疼痛是说明什么？如果真的是颈椎病四肢疼痛，他这个走路不是这样子的，要比厉害得多，甚至是不能动。你说他这个是四肢疼痛吗？这个不算四肢疼，他能够动，
能够站，基本上动作按照自然的动作能够做到位到 80% 左右，我觉得，对不对？这个不算疼痛，更何况我前面说了，你颈椎病四肢疼痛，对不对？听上去不像，甚至我认为可能没有什么疼痛。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中间人和我不在一个地方，就是我和中间人是说话的，他是可能中间人是这个老太的亲属，然后呢中间人和老太呢不在一个现场。如果你在现场的话，我可以问这个疼痛什么性质，对不对？哪里疼痛？那针痛、刺痛、慢痛，疼了多少时间了？有时候痛，睡觉的时候痛，还是24小时痛？痛到什么程度？吃过什么镇痛药吧？对不对？问着问这些，但是他由于这个当时我的中间人认识我的中间人不在这个老太的边上，所以呢这个问起来没法问。他还要问这个边上的人，就是他还要，因为这个老太和中间人不在一个城市，他还要问老太身边的在一个屋子里的家属。你看这样子三个环节传下话来，又问疼痛这种细致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法问的。所以我说呢，医疗第三方只适合什么呢？只适合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问我的人本身就是病人啊，那是可以的。第二呢，医疗第三方还适合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问的人可以是中间人，但是这个中间人呢必须在病人的身旁，否则实际上是问，真的问细啊是问不清楚的。问细致的话，你说疼痛的性质这么复杂的问题，他又不在这个老太的一个屋子里，对不对？那怎么说？他要去问那里的亲属，亲属说不定要隔半小时再来回复我，对不对？然后要问一大堆问题，然后几个来回下来，好了，两三天也不能结束一个来回，那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法问的，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这他好在这个视频，第一呢，我刚才讲了他的疼痛，我有疑问的，他是不是有疼痛？而且是四肢疼痛，同这个颈椎病是联系不起来的。第二呢，他确实，他说是两个手呢举到这个份上就举不上去了。本来我说单手举不上去，你还要考虑肩周炎，对不对？他现在是两个手举不上去了，这个呢就要考虑不是肩周炎的相对可能性。但是你说是两个手颈椎病啊，但又不像，对不对？其他没什么，就是四肢疼痛。你看他疼痛，我们自己可以判断，你看他疼痛啊，到底疼痛到什么程度？还有两个手都举不起来，没了，其他没什么，就是为这个看颈椎病，对不对？我们也没看到这个影像片到底怎么样。反正我的原则还是挺简单的，我也不排除这个病人确实是要手术，但是你手术之前的门诊病例上，第一门诊病例没有，第二就是更没有一些手法检查的，你凭什么拍片子？你凭什么判断让病人住院？对不对？这说到天边都是说得过去的。